呢间由老三洋倒模出嚟嘅南货店叫做三洋泰，系由老三洋嘅老臣子开噶。做咗十几年，咁啊而家咧就想趁住自己后生，想出嚟试下自己做老板得唔得？我呢间款咧投资大约我差唔多50万左紧啦，不过投资我同我个拍档一齐合作嘅，系呢个就系我嘅情况啦。老臣子另起炉灶，名抄老三洋。张继刚在老三洋做的时候已经是老总，即是总管，什么都要做的。他现在跳出来在红磡另起炉灶，还找了旧公司的老臣子做幕后军师。公平问我呢，这个地方做不做到，这些地方是两个条件，生意你说人生要好呢，就这里没有的，不过你找单石来讲，就这里有勤力的。铺头是小小，但是货架一定要齐。在旧区未必有那么多山下，但他们靠人脉穿针引线开业一年，现在已经找到20间酒楼大厦长期帮衬他们拿货了。50万开业，其中用了18万买设备和装修，另外用15万入货。当初入货被人抬价，后来朋友教路识得入平货，这款金华火腿只是卖68蚊斤，超抵啊。这几个月是南货店的淡季，营业额每月大约有30万，扣除晒入货、人工、租金，平均每月赚3万蚊到。不过嚟紧10月、11月系大闸蟹当造嘅季节，佢哋预备用20万响报纸、杂志卖广告，目标系2个月赚20几万啊！我希望咧就靠大家努力，希望2年先可以回到本咯。俾人另起炉灶，调走老臣子，仲抢埋啲酒楼客，老三洋嘅祁老板就唔多高兴啦。不过最唔舒服嘅都系佢个心。他说张生开铺都不跟他说声，这么大个仔都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的。